在这里，一张看似平淡无奇的纸，除了能写能画还能吃。位于手工纸的故乡山城埔里的广兴纸寮，不仅保留了台湾传统的手工制纸技术，更结合教育与娱乐，打造了一个好玩有趣、能深刻体验造纸的文化观光空间。现场展示了完整的造纸过程，搭配专人解说，从原料到如何烘纸等一目了然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丰富多样的 DIY 造纸活动，让您能亲身体验制纸、拓印等过程，还能品尝能吃的纸，很特别吧？广兴纸寮非常适合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同乐，一起挖掘手工纸的秘密吧。